不含糖可可粉呢，就是会超苦。那多少？300吧，350。就是撒在那个蛋糕上面那种。那如果你自己放到你嘴巴里，你会呛到吧？我觉得你会，就是跟直接吃抹茶粉直接呛到。可可那你要不要顺便买牛蒡？黑豆茶哎、欸，黑豆茶包。也不要这样子。好嗨。